是一所高中。我们出去逛逛吧。对呀对呀，晚上都睡不好觉。哎，对了，昨天晚上我们看到的那个东西确定是幻想吗？但是我觉得真的很恐怖，很真实。哎，阿志，这里为什么会有血呀？同学们晚上好，今天来一则新的广播。昨天晚上一位高二同学因为贪玩和另外一位同学在操场上玩耍，今天早上发现那位同学死在了花园里面，还有一位同学失踪不见。以后请各位同学没有事请不要去寝室外面逗留。哎呀林春，你不要去收拾这些了，又不是我们杀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有什么案情呢。我们先回寝室吧。好吧好吧，话说今天晚上千鱼为什么一直不讲话呀？真的觉得有一点点恐怖。哎，千姨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一直不讲话呀？啊，你说什么？我一直在想刚才我看到的一个人。我跟你们说，刚才在上课的时候，我后面不是一排玻璃吗？我不小心看见了一个全身红色衣服的人，真的很恐怖。哎，这难道是我们昨天在厕所门外看见的那个人吗？不是，今天看见的和昨天晚上看见的不同。我怀疑昨天晚上我们看见的是今天广播里面出现的那个高二同学。啊，这下了这么大的雨，我们先睡觉吧。那怎么办？我想上厕所了，今天喝的水有点多，但是广播说不要出去啊，怎么办？我陪你去吧，姐妹，况且你之前也陪过我。我今天有点困了，我就在寝室等你们吧。好的小林，那我们两个就先去上厕所了。我去，外面是我今天上课的时候看见的那个人，你看他的满脸都是血，穿着红衣服，不会就是之前上吊的那个人吧？走，我们出去看看。
这他竟然还会飞，从外面看看着他觉得更恐怖，我们赶紧躲进厕所里。啊，救命！咦，我们为什么会在寝室啊？我们不是被昨天的鬼给杀了吗？我去叫小林起床上课去。小林怎么不见了？他昨天晚上不是在寝室吗？不会又消失不见了吧？有可能他先起来去教室了，我们先去教室看看吧。那好吧，如果他不在教室的话会不会？哎呀，不要这么说，他也不可能无缘无故消失不见吧。千鱼，你怎么现在才来上课啊？我告诉你，刚才我去找小林的时候又看见那个鬼了。凌晨，千鱼，你们两个在讲什么悄悄话呢？今天中午别吃午饭了，去操场上跑步，跑完十圈之后才能去吃饭。啧啧啧，不仅不能去找小林，中午还得去跑十圈，真的很无语。这为什么又多了一具尸体？我相信这一定不是小林的，有可能是高二的失踪的那位同学的。这怎么还有一具尸体啊？算了，我们先去找找小林吧。天，你那里有一点线索吗？没有啊，三层楼都找过了，一点线索都没有。算了吧，我们先回寝室，有可能他自己回寝室了呢。小林，你怎么在寝室啊？昨天你不是被……小林，你今天一天都去哪了？没有啊，我一天都在寝室里面。难道你们今天早上没有看见吗？而且我还让千鱼帮我请假了呢。我最近肚子有点不舒服。没有吧？昨天晚上我和春梅一起去上厕所，回来之后就不知道你去哪儿耶。小林，什么？昨天晚上我们不是一起在桌子上聊天唱歌吗？而且我还让你们做了惩罚呢。这也太诡异了吧！没事，我们还是先去干饭吧，不然一会凉了可不好。之前你不是说晚上不能去水楼梯吗？要不今天我们作死一下，反正又没有鬼，对吧？可反正晚上又睡不着，天天去上厕所真是个好主意。我们先去睡觉，在半夜的时候再去数，免得被宿管阿姨看见可就麻烦了。我们要不在宿管阿姨走了之后就去数吧，不然晚上半夜起不来那就得等下一个晚上了。走吧走吧，宿管阿姨已经走远了。这什么？他又来了啊！社会女姐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开玩笑啊？